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德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战神 KID 给我们带来的263工程地图是普罗霍洛夫卡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下面顺点位。263这个 TD 挺少见。好像我想263，但好像打比赛的时候挺少，那更少见这个玩意儿。268见的也不多。哎呦，这根管子哦，它前面这个是什么吗？两边应该是排加快排烟啊。还可以，它的弱点其实恰恰是中间这个炮盾。它的库当面积非常小，机动性很好，它是可以少数实现自点自打的 TD 之一。你来嘛？哎呦！你来啊！那你打这边这个好了。哎，这个角度也不好呀，就在后面老实趴着吧，等机会。不过他单发伤害其实也并不高啊，他在 TD 里面来算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没有没有，别怕别怕，瞄着那个位置，就算他灭了点，你还能再黑一黑。哎呀，他一直往前开，那他灭不了点。哎呀呀呀呀，皮真厚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查迪伦你要亮了，你把腿打得钉住呀！哎呀，查迪伦出去跟他拼啦！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查迪伦。哎，当时你就应该后退的，刚刚我就说了你要亮了。好，搞一枪搞穿了。哎呀，但是他妈的，他把查查弄死了，那没人给开眼了。这个绕过他，绕过他，没。哎，尼玛，不要挡。丢耶，什么人品呢？他妈的，为什么对方总是出现这些神人品呢？我靠，你从他裤裆下面穿过去，大哥，你这玩的也太抖了吧你。只有等队友过来先点一点了，他自己肯定不敢冒动。中间土豪是好像往上走，哎呀，搞他，没打到。好，他是哦，他躲在那个掩体后面，前面有一个尸体，这样的话正面就不太好黑到他。
干嘛？你要往前拱啊！冷静啊！来嘛，又没穿，妈的，杠七这个装甲有点诡异啊。好，这次穿了。当年杠七几乎是里面几乎是最强坦克的代名词啊，就在最早的几个版本里面。但是单发输出最高的代名词当时是704，那个时候 TD 没有10级的，只有9级，什么白兔啊那些都是后面才有的东西。但当时白兔要出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威力大到不能再大，但其实出来也就那样啊，毕竟它机动跟隐蔽都不好，他还是不能随便出来乱干人的。但是杠七卡在那儿，这帮人始终哎呀被限制住了，不能过去。他想搞这个暴衣盲射，刚才被那个尸体挡了一下。有的时候这种被挡一挡是觉得很烦。目标未被击中。慢慢往前抹了，开始。那旁边来了豹一跟25T， 那其实你们应该到前面点一下，但是哎，得先想办法怎么把那个杠七拔掉。他在那里的话，那我们中坦往前点的距离是有限的，毕竟中间有人了嘛，对吧？咱们也没有火炮啊，那怎么弄他？漂亮，打穿了一发。那只有这样找机会一下一下磨他了，不然很难。目标被击中。好好好。漂亮。那既然他死了，两个中坦可以尝试往前面点了呀。啊，兄弟，现在不去更待何时？你看队友都让你去啊。你们两个总要去一个的呀，对不对嘛？不可能在后面啊。那边看到不少人，其实这个时候你们更应该往前点，把中间站下来之后，这些人才能想办法往那边去黑枪。好，查地轮也开始点了，那还可以。哎呦，妈的，暴衣被100突干了，你看他打了个点点点，100突威力好强啊，对吧？一炮秒啊！对，问你爬那儿去干什么？哎呀，想骚啊，说明他。
他退回来打。哎，没打到。这玩意怎么弄啊？漂亮！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。来人了！121又来了。哎，他持续往前走的话，那这个查迪伦又要重蹈覆辙了。哎，还好大白兔没把他给打死。目标被击中。你看嘛，查迪伦又死了。哎呀，土豪是在旁边。这个263能把公路守住，这个263功不可没呀。干他！好。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。那剩下的大白兔其实是个瞎子，他们后面暴衣没上来嘛？哎，你们这边就剩两个人啊！哎呦你妈，完了，就你一个人，早晚得跪。漂亮！哎呦，先把白兔弄死，弄死一个算一个。我靠，居然被暴衣打穿了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对面的你们这弄不过一个人，你们什么情况？哎，暴衣他打的哪儿啊，那么准。打得好。你动一下呀，不要让他穿到你炮盾呀。啊，他开始自点自打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我跟你讲，你扭头就跑，说不定你能拖得过去。哎，这你快跑呀！妈的，土豪师好气哦！哎呀，你土豪师你够了，你太不靠谱了！哎，这土豪师是谁呀？是不是我呀？我靠！啊？哦，不是，哈哈哈哈！妈的，我看着那么不靠谱的。我还以为是我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死了死了！但是我觉得不怪他，人打得挺好的呀，你看一个人对那么多人，哎呀，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，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了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，
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2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，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